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双人协调部分，然后会两个人会交错，所以你身体会移动，然后让我们的重心可以往下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热身，让接下来的动作可以很顺利的完成它，也是最安全的方式。第一个动作，首先把你的手伸出来，跟你的 partner 先握好，一方面把你的距离感抓好，然后你的脚跟你的 partner 做一个对齐的样子。然后我们先示范，当你跳过去的时候，你身体要先蹲，然后过去的时候其实协调，你的另外一只脚会踩到另外一只脚的位置，所以你的手跳过去之后就要跟它握好，记好你的脚尖要跟着往上跳，然后身体其实可以放轻松，这是一个热身的运动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正式来八组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，保持笑容，三、四。跟你的 partner 可以有眼神的互动。七、八，回到中间。